推就起来。我这样一推，推就起不来了。好，推给立了，屈膝。我怎么办？两个。这个手是一拨，身体是一拨。你看，推走，你看这手是这样的吗？这儿要一拨走，你看推走，你看肩要进，这儿要进，推走，你看屈膝进身，这个蓄力就达成了。你看，对吧？推到我这儿，我这没手推，你看身体化转，这一推走，你看一走，你看，所以这个身体的柔动啊，走哦，不丢不顶，这得学。嗯，这个不学不成。嗯，然后你这一推，这手正着以后，嗯，这得合着。哦，沉肩。嗯，沉肩。嗯，屈膝。嗯，压力。好，这个地儿。如果说我这儿成这样的时候，这力就给他往上斜，给他加力，加他，加，加他，使劲起来。嗯，如果加走，往肩那儿加是吗？往斜上走啊，往加力，使劲。你看，他这样一坐着，嗯，他这个角度就成这样了。嗯，你他这个角度的，你这么弄呢，这棍儿就倾斜了。嗯，他这个臀部呢往后一撤力，你再一弄的话，这力就斜下了。走了，给他写他就起不来了。太极的单推手，单练时候，这肩、脚，啊，这个单练手搁这儿也可以，手背着也可以，是自己练。嗯，双练一大手。嗯，这个脚与脚之间有一点距离啊，走，哎，前后的移动。腿的前后移动，身体里，嗯，你看一推我，嗯，身体接肩，你看，哦，哈、啊、就走、哦，好吓人啊，好吓人，那身体在运作啊、哦，你看身体在运作，哇，怎么办？嗯、力给你这儿了以后，嗯，肩进来，他摆这力，你这力呢？你这滑了，嗯。转动了，我的力就往这儿走了，你这儿就进来了。哦，这叫什么呢？积极防御。啊，嗯，阴中的阳。嗯，啊，嗯，你背动了啊，好，这肩膀往前进了。嗯，啊，这叫蓄能啊，把这身体里的这个转向的力，看到了吗？你看，嗯，是延伸，你看。延伸，你看，把这个力，你看，这儿要死，化不开，人一弄你就这样了，这样一弄走，这身体是一个斜面，你这是一块冰，它一触发到你，它走了，这个冰没走，滑了，对吗？你很稳定，你就是一块冰，触犯到你的，刺啦它就滑走了。你没动。明白了吗？如果说你跟那一顶，它是力，你的角度就给你推起来了。嗯，推着你感兴趣的地方。明白吗？啊，听我，别动，往哪儿推？我这一个中线。嗯。往他这中线推，推上，给上，压上，沉着肩，坠着肘，屈着膝，往下沉劲儿，给上劲儿，摁实，摁实，力，大小，方向，力点，三，记住了，力的大小，力的方向，着力点，给上，哎，再给上，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别动。这是一个直向力，那么直向力我们要横向力破它，这有一横向力，推它，啊，这一横向力，横破竖的道理，啊，嗯，这推，横，哎，这有一个横破竖的道理，这我们明显在左右，走推，这是横，这也是横向力，给它破坏的一个纵向力，这就是。纵破横，横破纵啊，纵也可以破横啊，
我要给你来了横向力，对，拿纵向力破。嗯，我要给你纵向力，拿横破。这是纵向。啊，纵向力。这是横。啊、哦，对。那您给我一个纵向力呢？我给你一纵向力，拿横破呀、啊。这是纵向力。那么你给我一横向力。我给你一个横向力。啊，这一随便一横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吱、嗯，这是纵。这叫纵向力就进去了。可是我给你一个纵向力，这一起手，横向力出来了。你看我这角度就出现了。啊。这叫矢量学，嗯，物理上学，物理上，我很懂，我能听明白。那么我们的手一搭以后，嗯，这叫听力，嗯，好，你也给力了，你看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再使力，它的角度不对了，嗯，它问我这儿呢，我这儿当一杠杆往我身上传导，嗯，再传，嗯，传不了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折了，是。这叫腕断肘接，肘断肩接，肩断身接的太极道理。好，攥住我的手，嗯，攥住我的腕子，攥住我的胳膊。好，这个两点叫死，被你制控了。好，不给他背过去，看到了吧？这叫死点了吧？我被他拿着了。可是呢，这是说，这个你做了，我没做呀。啊，看看这一圆圈怎么给他解决？啊，攥住他，这是我们就是警察，他是警察，我是小偷啊。啊，端这儿你看，啊，要会攥，就拿一点不要多，不要多。嗯，这手啊，哎，控制他走，看，一般人就这样了，这讲拳，实际上这个呢，这一个矛盾的走。哦。啊，你看啊，你看这动作啊，你看啊，动作啊，我再给你们一个动作啊，嗯，走，看到了吗？嗯，观众，看到了吗？嗯，这叫舍得法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儿我不要了，给你。嗯，哎，你看，啊，你看这个道理。嗯，看，嗯，这个地儿擎住了劲儿，这个地儿瞅着让很擎住劲儿，我不要了。嗯嗯。看到了吧，使劲攥着。嗯，你看我一动作啊，太可怕了，哈哈哈哈，男生就撂地，这是你瞅着都给弄死了。嗯，他们有一误解，误解拿这个胳膊肘呢顶着，还有拿这个弄，这个不可能实现的。嗯，但是这种手法作为我们来说，他要拿我这儿说明他外行。嗯嗯，我怎么闹都可以。好，专注，看啊，我利用它，横竖关系，使劲。你看，看慢动作，你看啊，使劲转吧。你看，你看。这个圈你看。太可怕了。太极拳。哦。你看那个练太极，你看。哦，这么有。嗯嗯，你看这个动作，你看，嗯，你看，一转，哦，这个动作，你那太极到底练过没练过？啊，我练过，但我用不上。你看那个，你看我们这使劲，你看那角度啊，你看使劲转着走，嗯，顺着角度，你看给它打住了吧？嗯，打住了吧？嗯，然后就被反被擒拿了，把这一咧，你看。你看要演，你看，你看这手，你看再一别，又回来了。这就一个动作，这一圈要完成的。说这就是太极拳的理论，腕断肘接，肘断肩接，肩断身接。我们没有做那么细啊，因为你不是小伙子啊。小伙子上。啊，我们接着说点常识。小伙子上。严老师上。